我昨天我只是下意识的推了一下他，当时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他也说没事啊，怎么就住院了呢？他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。小雨，我妈是老人，是长辈，她再有什么错也不能动手吧？好，就算你是无意的，你在路边碰到一个人也要说声对不起吧？可你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有啊！我没跟他动手啊！再说了，他住院，你们谁也没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哪知道？我知道了，你今天到学校来找我，就是来找我兴师问罪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问心无愧。小雨，你怎么就这么倔呢？那是我妈，你就不能对她宽容忍让一点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俩复婚的希望会越来越小的。说了这么多，这句话才是重点。那我也实话实说了，我也没有想过要复婚。这身衣服是不是新买的？对啊，昨天新买的。哎呦，真好看哎！看啊，这豆绿颜色太好看，太适合你了。真的啊！哎，那我明天也给你去买一件。哎呀，我怎么能穿？我们岁数大了。可以的，你这身段跟小姑娘一样。倩倩啊，你听见没有？什么？有人在唱戏？唱戏啊！没有啊，可能是鸟叫声。对面那是在这边，听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阿姨，来等等我。小雨，林磊给你送房本来了吧？够好使唤的呀，一叫就来了。我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我就直话直说吧。上礼拜五，张校长跟我说，如果这学期期末16班的英文成绩再没什么起色的话，就想调我到档案室去。其实调档案室也挺清闲的，我还有时间多学点别的东西呢，没什么接受不了的。我觉得不会的，也不是什么调令。我跟你说呢，就是想让你重视一下这个事儿。其实啊，这两天我帮你给16班代课，我觉得16班的孩子跟别的班的孩子比起来都不差，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到了16班一下垫底了，他们没有什么积极性。你每个人给99分之后，他们现在进步多了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呀。梅姐，你真会夸人。哎呀，我觉得张子豪你应该注意一下。上次我有打算找他单独谈谈，一会儿下课我再去找他。哎呀，小雨啊，16、17岁的男孩啊，比较敏感，你呀说话注意点方式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的。那我上课去了，去吧。加油，叶老师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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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啊，你好逊！这本语法翻译书一组。听说你近视很严重，从这是看不见黑板的是吧？要不要我帮你调位置？为什么？以后再发生这样的情况，记得告诉我，其他课也一样。听说你初中的时候就拿过全国奥数还有心算的第1名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有看过你们的档案。哦，看来咱们16班呀，还是藏龙卧虎了。我不是。不是什么？我不是龙，也不是虎。那你是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是。难题，你总算被我找到。哎呦，你们听的这是什么呀？太难听了，你们还听得下去？这叫戏吗？哎，我们天天碍你什么事啊？就是嘛，哎，你又不是我们这儿，你跑来干嘛呀？我们就爱听这个戏。你们爱听？你们听不出来这是盗版吗？这么经典的戏被糟蹋成这样，你们还爱听？你们什么耳朵呀？我都受不了了。安妮走吧，这不是咱们家病房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你受不了啊？你赶快走，我们这里可得的都是传染病，你要不走啊，就把你传上啊。哎，凭什么？不许你听！凭什么？你们糟蹋艺术就是不行！哎，你快走，快走！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快走，快走吧。阿姨，走吧，走吧，这人让他关了，关了！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糟蹋艺术，知道吗？你们这种人都不可理喻！你怎么就这样的？走了，走了，阿姨，难听死了，我受不了啊！是啊，是，你们懂什么呀？阿姨，您要不要来洗洗手啊？阿姨，你洗洗手吧。要不拿出来？你说他们怎么就不听我的呢？怎么还在放啊？我都听得见，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哎呀，呢，咱们日子好过就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听着别扭，太难听了。是，我再去听一听啊。我怎么听不出来啊？那是我演过的。牛郎织女的片段，我还是没有听见。您耳朵那么好呢，这对面楼在放什么戏曲，你都听得见啊？问一问瓜香细叶醉，缠一缠弦过天行我。问一问香菱们，问寒问暖之心。看一看画中人，面若色。叶老师啊，我们家丁丁多亏你的指点，现在成绩越来越好了。这个孩子本来基础就好，再加上他自己也聪明努力。你电话里说家里有人住院了？对，是我们家一个亲戚，他腰受伤了，刚住进你们医院。他叫刘雪花。我知道您是骨科方面的权威，所以想请您多多关照一下。哦，我知道这个病人，我正准备约他的家人过来聊聊呢。你现在来了正好。是不是很严重啊？你不要紧张，只是稍稍的有点复杂。门诊反馈来的信息说，他是被人推到了沙发上，引起了腰部的疼痛。对，情况是这个样子。从 X 光结果看，他的腰部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撞击。今天的结果发现，他有钙化点和骨质疏松，这说明不是一时的创伤，而是多年腰肌劳损的结果。王医生，按照您的说法，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他根本就没有受伤，而是腰部的旧伤，是因为这次生病住院检查才被发现的。对，是这样的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王医生，劳你费心了。阿姨呀！阿姨要死了！阿姨要死了！说什么呢？你这孩子，谁死啊？阿姨，我不是说您，我叶小雨来了。来就来呗，你怕他吗？我刚才看见叶小雨在医生那儿问东问西的，他好像。他不太相信您是真的生病住院呢。什么？我不理他就不错了，他还主动找上门来了。我这暴脾，哎呦，哎，你没事吧？哎呦啊！来扶着我。哎，我找他叶小雨去，他怎么回事？这孩子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我会怕他吗？是，谁装病了？没装病干什么？这医院是好地儿啊。对呀，真是莫名其妙，这孩子。莫名其妙。更简单的说，他就是装病住院，栽赃到我头上了。叶小雨，叶小雨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惹不起你，我还躲不起吗？我都躲到医院来，你怎么还追到医院来跟我吵？行，吵吧，你吵吧。这个我用完了，还给你们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拿这个向我示威是不是？证明你有多厉害，没有你办不到的事儿是吧？你连我们家房产证你都能拿着，你气死我算了。不是，我来找王医生帮忙关照一下，可是没想到，我从他那儿知道，您这伤啊，不是新伤，是旧伤。那我问你，什么是新伤，什么是旧伤？你把阿姨推倒了，我把她送到医院来，这是事实，我亲眼所看见的。是你让阿姨装病住院的吧？ 这主意是你出的吧？那是不是你把阿姨推倒了？阿姨腰受伤了，我把阿姨送到医院来了。你刚才看片子了吗？你看了没有？腰是不是受伤了？今天别说是我，是一个路人，一个邻居，我看到一个人倒了，我当然把他送到医院了。我有什么错呢？倩倩，不跟他吵，咱也吵不过他。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嘴啊长在你身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儿子林磊，他没有那么糊涂。 他不会相信你撒的这些谎，我还告诉你，只要我刘雪华还活着，我就不让你进我林家的门。我是不会进你们林家门的。就算我跟林磊相爱，你们也会在中间阻挠。与其这样，我是不会跟他复婚的。小雨，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表这个态吗？我，磊子。 你自己听见了啊？看见他是怎么说的了？他说了，阿姨陷害他。哼，再说下去又得动手了。儿子，儿子，妈病的都住院了，他还说妈是装病。妈这辈子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欺负过？妈，儿子，你快让他走，要不然你妈早晚要死在他手里。 真的，我快活不下去了。我会处理的，小雨，我们换个别的地儿聊吧。好了，妈，哥会处理好的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。小雨。 你为什么非要把你和我妈的关系弄得那么僵呢？是她是非不分，黑白颠倒。徐倩倩说什么她都信，可是我说什么都没有用。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那指责那个人是我妈呀？你说你现在这个样，你说什么她能信呢？我当然做不到徐倩倩这个样子，她是不怀好意的。现在他们俩联手起来，他们是故意的。对我妈好就是不怀好意啊，就是故意的呀。我妈不是一开始就对你这样的吗？ 你们俩的矛盾不是一点点的误会，一点点的不宽容、不理解，才积累成现在这样的吗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肯相信我是吧？好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讲道理。你这个老好人，你什么过错都没有，行了吧？既然是我错了，我就承担所有的后果。这把钥匙还给你，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回来。 何必给我一把打不开家门的钥匙？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家完全是你们的。如果是要办什么手续的话，记得提前通知我一声。分完这点婚内财产，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 小雨就是我的老婆了，结婚2周年快乐！你别瞎考虑，你的位置在这儿呢，在心里，在很深的心里，而且越来越重要，我越来越离不开你。我们复婚吧！在这场婚姻当中，我们大家都是受害者。小雨，你听我解释不？说。 还是你一次性固定的，还是临时起意的？到底现在是对我们俩的感情没有信心，还是对我没有信心呢？就算我再对你有信心，我也敌不过你的那个旧情人的一次次别有用心。跟徐倩倩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其他什么都不是。我真的是在全心全意的爱着你，我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她。她是你曾经的婆婆呀，你们俩就算离了婚了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！她还要娶媳妇儿，离婚了你还不走？我儿子啊，早晚。爸要毁在你手里。这不伤害我妈行吗？那他伤害我的时候呢？如果这是你妈，你会在你着急的时候说出伤害你妈的话吗？小雨，你现在跟我以前认识的易小雨简直是两个人，天壤之别。 小雨，我们什么都没干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我亲眼看见了，你以为我眼睛瞎了？你有什么怨气，有什么怒气，你冲我来，你别冲别人使劲，好不好？你问问他，他在我背后干了些什么？在磊子的心里，我永远是一个正货，而你只是个 A 货。我求你也不要再逼我了，我横在你们俩中间，老天爷都不会原谅我。人命关天的事，你能不能别在这时候逼我呀？ 反正这个家已经被你们搞得乱七八糟。你快让他死，要不然你妈早晚要死在他手里。他们就是要联合起来把我从这个家给赶出去。你是不是中了什么魔咒了？你别老在这无中生有好吗？我发誓，不会和叶小雨复婚。这把钥匙还给你，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回来，何必给我一把打不开家门的钥匙？ 给您打了点热水，您泡泡脚。来，哎呦，倩倩，哎呦，没事的。哎呦，阿姨，我来，阿姨，你要这样我不高兴了。我来。阿姨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你泡泡脚，你可能心里就舒服点。水温可以吗？啊，挺好的。阿姨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两天跟盲人院的师傅学了点这个按摩，真的。但是我先说啊，我这手法肯定是不如他们专业的。 帮你按按吧，缓解一点，是吗？啊，那就太好了。阿姨，心里别难受了，你不也看到了吗？至少今天磊子和小燕是向着你的，是不是？先这只脚，起来，好，好。我第一次试啊，这个力气行吗？哎呀，舒服。 哎呦，真舒服！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每天给你按。那个老师跟我说了，说这人的穴位啊，脚底下的好像是管身体上每一个器官。啊，阿姨，没准我给你按着，你这腰病给我按好了，挺起来了。说不定还真是，还真觉得好像，哎，好了，真疼了。哎呦，倩倩，你看吧。 我这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孩子，都没有给我按过，从来没让我享过这种福。阿姨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也是你的孩子。我哪有这个福气呀？有的，阿姨肯定有的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哥，动心了。哎，不过说实话啊。 这个徐倩倩能做到这个地步，我也挺意外。你说又是帮你挡画框，又是全心全意的照顾妈，还老想拿假货来讨好我，真是用心良苦。哥，要不你从了她？哼，怎么着？你又接受徐倩倩了？谁说的呀？外面放着整片森林，干嘛非得吊死在这两棵树上啊？谁说的？错，你误会了。我让你跟他好，又没有让你马上跟他结婚。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好，那是耍流氓。哥，好男人，我赞同。难怪呀，我哥有3个女人为他疯狂呢。哪儿来的第3个呀？还有妈呢。少拿妈开玩笑啊！今天我留在这儿陪床吧，你回去啊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你都连轴转好几天了。 终于良心发现一回，哎，你说回去也没那么好命，还得审查报表，一大摞呢。是啊，又要养女子，又要赚票子，我哥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知道就好。哎呀，你真的疼我？哎呀，你还反抗了你！爸妈看好了，晚上。放心吧。别光顾自己睡啊！你把你妹想成什么样了？猪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。我看你一个人，所以就……啊，没关系。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我还有《西游记》的故事，你想听吗？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妖怪喜欢吃唐僧肉吗？因为吃了唐僧的肉就可以长生不老。答对了，但你不觉得里面还有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啊？既然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，那为什么唐僧不仔细咬一口，然后长生不老，妖怪就拿他没办法了？这……我想……好了，赶紧上楼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告诉我答案。谢谢你。你前两天不是跟我说你有什么男朋友了吗？什么时候带回来我看看呗？啊，分了。啊？不，刚什么时候分的呀？忘了，早就分了。你又骗我吧？你是不是又跟你哥合伙起来骗我？没有，你说他都不敢来见你，我干嘛还得跟好？行了行了，你不用说了啊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的鬼话。妈。您呢，就管好我哥。妈，我这儿呢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而且我根本也不想结婚。你说什么？结婚是一辈子大事，哪个女孩不想结婚呢？看你跟叶小雨都闹成那样了，我哪还敢结婚呢？哎，你这个人，你有没有原则呀？你没看见吗？叶小雨跑到咱们家来撬门儿。还跑到医院来啊，来查我的病情。他居然说我没病，装病。他什么人呢？他安的什么心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觉得啊，您之前是没过足婆过瘾，现在呢，感觉出一点味道来了吧？住嘴！怎么跟妈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。反正呢，再怎么讲理的人，再怎么有文化、有修养、有风度。只要遇到这种婆媳天敌的状态啊，我觉得都会失去理智，陷入疯狂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刘雪花是讲理的，是她叶小雨不讲理。好好好好，别激动，您讲理。但是你这样呢，对她没损失，伤心的是我哥。哎呀，你哥是不是还想着那个叶小雨呢？想不想呢？我是不知道，但是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没能好聚好散，心里难免还会有些难过吧。哎，不过还好啊，这身边还有个徐倩倩折腾我哥，有时候这身边多一个搅屎棍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我觉得倩倩的姑娘挺好的呀呀呀！别玩了，我问你啊，那你哥对倩倩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妈！你看这帮人太可恶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手机吧！你看啊，婚托办高富帅，涉骗局揽财，被骗的钱才高达100万呢！现在社会上多可怕啊！你呀，少出门，你知道吗？少上当受骗！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最爱你的就是妈妈我！谁敢骗我林燕儿啊？301的外卖。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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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正打算泡面呢，你这外卖来的太及时了。哟，爹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。哎呀，那么晚了也还在做报表呢。哎，攒了好长时间了，不做没办法了。这都什么呀？哎，你可千万别乱动，我这整理好几天了，这是竞标用的文件。啊，你赶紧趁热吃吧。这么一大碗我怎么吃啊？我给你拿碗一起吃吧。行。 等着啊！啊，行不行啊你？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！呵，真的假的？当然了。来，我尝尝。嗯，还行，手艺有长进。报应吧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以前咱们俩都是你做给我吃的，现在好了，我做给你吃。您老人家原来连厨房都不进。 现在还学会做饭了。我在国外的时候，什么苦活累活我没干过呀！我，哎呀，留学生活的苦啊，不是你我这种人能够想象得到的。那应该早点回来。我是想回来呢，可是交了一大笔出国保证金，再回来，我面子上也挂不住。说点高兴的事儿吧。 说点高兴的，那你给我学个小恐龙。今天你都很早以前的事了。走了。好，看在这碗面的份上，别废话了。那是星星，那是猪。这就是小恐龙吗？这是小恐龙！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 是啊，吵死了！对面楼的老太太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放戏，哎呀，咋吵死了！这医院是干什么的地方？不让人休息的地方，这么吵，你让我怎么睡啊？对面的几个病友啊，有时候是会放一些戏曲，不过他们的声音调得很小，咱们这房间呀又有隔音，应该听不太到吧？隔行如隔山，你听不见，我听得见，你听。 从小九妹到天仙配，从打猪草到鹊桥会，这不还在唱吗？你快关了，快关了，太吵了！好的，阿姨你不要急，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。哎呦，出院！哎呀，咱们出院！不行，妈，身体重要。再说了，这我也没听到什么呀，您是不是没休息好，出现幻听了呀？乱说话！ 那老太太大早上起来就放，再说她放的那哪是戏呀，哪是黄梅戏，没有一个音儿是准的。你看，听得我这鸡皮疙瘩都直竖。哎呦，好了，这又来了。记得咱们在家的时候，人家用卡拉 OK 唱黄梅戏，你恨不得把人家都给烧了。当然啦，怎么能那么唱戏呢？那是糟粕，那是对艺术的践踏。你爹又放了，又该吃饭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楚月，哎妈，楚月，哎妈，楚月，你听见没有？ 早，尹老师。哦，早。怎么样？答案想好了吗？啊，没有。答案是什么？唐僧吃一口身上的肉就可以长生不老，但他为什么不吃呢？因为和尚他不吃荤。哦。怎么了？不好笑啊？啊，还好啊。我再讲一个。有两只小猫，有一天啊，这小黑猫。 从那河里面把那个小白猫救了起来，结果那小白猫上来以后就跟小黑猫说了句什么话？谢谢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喵。”哎呦，太不容易了，终于笑了。怎么样，心情好点没？其实还好，还可以。昨天大晚上的红着眼睛。 在小区楼下，今天早上又闷闷不乐的。你别告诉我，昨晚想唐僧的问题想了一晚上没睡觉哦。就算是吧。你要真这么觉得，我接受。你要想找个垃圾桶吐吐槽的话，我就垃圾桶，免费。谢谢你。不应该说谢谢啊。那。应该说，喵。喵。喵。 好吧，喵喵。我不住院了啊！妈，检查还没做完呢，钱都交完了，您现在可不能出院。我说不住院，我就不住院。我一想到，好，那录音机里放那个喳喳，好，那呆板的吐字，跑调的唱腔。 那简直是对我们黄梅戏艺术的糟蹋！我这一说这，我这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。哎呦，我回去了，我回屋睡会儿觉。妈，真是！哎呀妈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对面楼里有个老太太拿录音机放黄梅戏，那妈听不过去了，非要回来。那你就跟人说说，就别让人放不就完了吗？ 那可是那个传染病病患住的隔离楼，我才不敢去呢。你也别去啊！跟医院商量商量，换个病房不就行了？别让他回来呀！这是心病，跟换病房没关系。哎，哥，问你个事儿呗。干嘛呀？坐，坐。哥。 这昨天晚上你走没多久呢，那徐倩倩没过多久也走了。你说你们这孤男寡女的，又没有我跟我妈这两个大电灯泡，你们两个有没有那个？啊！小脑瓜子想什么呢你？人昨天过来就送碗面条就回去了，我们清清白白的，把这想象力用在正地方。 赶紧劝你妈，赶紧让妈回去吧，还得做检查呢。你想什么呀？一大早被吵起来，我要休息休息。哎，燕儿，请互相紧裹上的鞋包，我会填满每片靠边。 我都跟你说了，能赚钱一定能赚钱的。你别给我喝对拆桥啊！要不是我，那本金你敢用吗？真是。哼，当时问你借钱，像要了你命似的。你赚钱的时候怎么不说呀？倩倩，你说这个当时答应那10%，你赶紧把这抛了，然后把钱分了就完了。你说，你就那点出息，10万块钱就把你打倒了，挺多的了这个。10万块还不够我换龙哥的利息呢。那钱不是不还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借别人钱不还吗？我觉得这次不用3个月，我肯定把龙哥的钱全都还上。呀！那个时候我真可以。道吗？我们俩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感觉啊！什么感觉啊？爱啊，爱的感觉啊，爱真好，真好。我觉得我们家小恐龙就是这个样子。磊子吧，他这人心特别软，我对他好，他一定会对我好的，一定的。是啊，你们王子公主从此就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了。我们这些勤劳、勇敢、善良的小矮人们，咱就撒由那拉。哎呀，别装了！哎，撒什么呀？你那份不会少你的。啊！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啊！你可以走了，你回去吧。这孤男寡女的在一个房间里多不合适啊！你要给我老公看到了，我老公会不高兴的。你呀，永远就是对我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行，我走。来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对，倩倩。对了，那个要是挣了钱，你别忘了那什么啊。走了啊，拜拜。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小恐龙。 小恐龙，你就该是我的，他将是我的新郎。小雨啊，我知道你这种教学方法有你自己的想法，其实我也是认同的。可是我觉得你得考虑考虑张校长的感受吧。我真的想把学生们从枯燥的分数和考试当中解放出来。这学外语的目的是用来交流。 不是用来考试的，我也同意你说的。可是这学校不是有学校的规矩吗？我知道，我这次也打算按照学生的卷面给分，让他们自己跟自己有个比较。嗯，那就好。哎呦，那可是他们这次肯定达不到99分啊！那这张校长说的有进步，那也做不到了呀。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，心里憋着一口气。 可是你不能为了跟有些人赌气，就把工作给丢了呀，不值得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的。喂，爸，我跟同事喝咖啡呢。行，那我一会儿过来。你爸来啦？不是，林磊的爸爸。你怎么还跟他爸有联系啊？你怎么还叫人爸呀？ 我们一直都有联系，我这不是还没告诉他我跟林磊离婚的事情吗？啊？嗯，他喜欢枕硬一点的枕头。知道了。哎，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那个薰衣草的精油啊？超市里面应该没有，一会儿我们去上面的商场看看吧。哎，还缺什么呢？已经够多了。啊，对了。 啊，等一会儿咱们去那边买点香梨，你妈妈爱吃香梨。嗯，好啊，爸。啊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最近家里出了好多事儿。怎么了？啊，我想我猜得到，肯定是你们婆媳之间关系处得不太好，对不对啊？小雨啊，你妈妈脾气大，我知道你们肯定为我受了不少委屈，顶了不少雷。 他对我有什么气，肯定会撒在你们身上的，委屈你了啊！爸，其实我要说的不是这个。您从云南回来之后，还没有见过林磊和林燕吧？怎么，小燕也回来了？哎，她回来待了一段时间了。我这次就不打算见他们了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他们你见到我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 我还有很多事呢，我过2天就走了。走了？对呀。您要去哪儿啊？我有很多老朋友，我得去看一看呀。您买这么多东西，您不回家不打算见他们呀？这些东西是往医院送的，我想把病房收拾收拾。就是他们知道了，你就说是你买的，你收拾的就行了。我？这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的。小雨啊，我不是不想见他们。 我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，如果我见了他们，我的计划那就泡汤了。爸，您说的这些理由根本它就不成立，他们也不会接受。不会是您在外面欠了什么钱吧？还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您能把整个家都给抛下？小雨啊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我现在啊，我遇到点困难，我还能够克服。哎，以后。以后还真需要你帮忙呢。到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你现在就不要那么好奇了，好不好啊？爸，您是不知道呀，您这么一走，这整个家都乱套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您不知道，您都不知道我跟林磊他……哎，我包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你怎么了？ 你等我一下啊！啊！那年我和你相约看人生最美丽风景，年少的痴心交在你手心。忽然走散了你的伤痛，我漫不经心。为什么你也沉默不语？知道吗？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转身看见我还站在原点，相信吗？生命最不能承受是人海中你离去的身影。 时光重来，我不再轻易松开，牵着你的手，一起抵挡爱情中的伤害。忽然又想起，初次相见我们曾许下的誓言。